对方婆婆的空中步道在试营运的第一天，都要开放给中寮乡民免费体验。对外开放的五百个名额，马上就被抢完了。这时，真侪游客是龙乡公所接驳专车，甲步道来佚佗。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看起来非常棒，嗯，那青山绿水，好棒哦！这边景色，景致很美哎，比欧洲跟欧洲一样美嘿。有着提升空中步道的知名度，那么在馆长的面前，也邀请到投资的总统参政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条来参观。在将来陪同之下，共同为这座新的景点来宣传。这是一个亮点啊、哦！那么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景点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潮到中寮来，带动中寮的一个繁荣哈。水呀、啊，水好。在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条协助之下，会使集中媒体注意，赚到免费的宣传。地方嘛，希望继续努力来带动中寮的发展，是最好的一个宣传的方式哈。我相信啊，我们张乡长啊，也一定非常的高兴哈。这要这么大一个宣传呐、啊，他省下了多少的一个宣传经费啊？我们哎，真的经费是不足了哈，尤其是乡下能够做这个空中步道，哎，也是大家的哎努力才有今天。中寮乡公所表示，在试营运两礼拜了后，已经对缺点来进行检讨和改善，让游客一个高品质的旅游享受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